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听从上帝的教导，彼此相听。马太福音七章三节，为什么看到你弟兄中目睭有刺，却无想到家己眼中有叉条呢？有一个人怀疑伊的太太听觉有问题，决定考验一下伊的听觉。伊轻脚轻手的行到太太背后十米的所在，太太，你听到我的声无呢？太太并无反应。伊阁行近五米处，太太，你听到我的声音无呢？仍然无有回答。伊阁行近剩三米处，你有听到吗？听到了啦，伊太太回答。太太讲，这个是我第三摆会回答你。原来是伊的先生家己听觉有问题。弟兄姊妹，真侪时阵，咱也亲像这位丈夫的一样，老是以为别人有问题，其实拢是出自家己心顶。求主恩待咱，唔通急着要去责备别人，先安静落来，思想一下。话若讲了较过急，往往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彼仁爱的上帝，你教导阮要彼此相听，要爱人亲像家己。但是阮甲人相处的时阵，常常只看到别人的短处甲弱点，阁随意论断批评，阮真容易彼此妒忌猜疑，伤害彼此的关系。求主赦免，帮助阮先除去家己目睭中的叉条，甲会通除去对方目睭的刺，互阮会通甲人和睦相处，同齐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